我的那些图已经在 LINE 正式上线啦，那还没购买的可以赶紧去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轩。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欧卡社落第16集啦。那这次第16集呢，我们邀请到了馒头，这是。也帮我蛮多的，就是帮我那个 GTA 5的，那怎么说，就是 5M 的，然后也是跟谢他，然后我们来欢迎馒头吧。嗯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然后那我们的货呢？这一次的货是中了汉斯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内容。好，我们的内容是我们的货是牛乳。然后送了汉斯，然后工作收入是11301。那我们的货呢是一般的货，就是等一下，休蛋几雷，就是先这样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运送任务吧。OK 啊，走起。我先来开灯，开工作灯，走。要小心哦。OK。刚刚过多灯好了，以免被游戏人那个。先关啦，喂。刚前面那是不是要回缩一下？刚有点害怕、哦。吓死。灯的话就是跟你说砸车的意思，或者是全没有东西。靠左， okay. 然后继续直行。或是减速了，因为有些这个双黄灯很多意思。嗯。减速哦。嗯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回溯一下？有吗？有看你回溯。你没看我那边，看我会回缩吗？突然回缩，我直接也来不及动。你要慢一点哦，等我一下。我还要换档了，现在就到三档。继续直行。你那左边右边是下交流道了。嗯 ，OK。哎呦，下雨，开个雨刷。丫的，你真的还真的是跟我一样是雨神。真的。我跟博旭的主要关系，我先解释一下。讲一下吧。就有一次，我跟博旭是在 RP 认识，然后。因为他说他想要开启，然后我有帮助他开过，可是后来档案因为某关系一些问题了，然后就没办法开。对，也停开。啊，对啊，开从来都没开过，有开过一下了，示范一下了，有开差不多一下一天而已，差不多应该不到一天，半天。对，就是我那时候有直播啦。那时候有进去，那时候有直播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加速，就是有认靠左，就是这样认，然后继续直行。我觉得我要向左了 ，OK， 继续直行。加油道，我们等一下看那边有没有货一起走啊。超紧，这架是安怎？卡掉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货柜。
一定是他想要下去。减速一下，减速一下。OK 啊。没有弯道，我要减速。而且我要降档。有需要加油的时候再跟我讲。OK 啊，我满的油啊。我现在油量还够了，不算满。我现在车七满，也不算满，也还不到一半。哼。结束哦。第一次跟博勋玩欧卡。嗯。哎呦我操！对，各位新闻都应该知道我之前的开车样子怎样。你们横冲直撞逮下步，疯狂开车的，或者是那什么高速过弯啊，这是我的那个，就是你的高，我的 style， 以前的 style， 现在都学乖了 ，style 学起来。哎呦，引擎一直故障。我要切哦。OK。喂，大哥，安哥。你要下交流吗？没有，我是要切他另外一个车道而已。吓死我了！还好及时后退。不想把这一集变成那个三宝特辑啊！你说三宝特辑，现在三宝特辑卡很久，卡到第六而已，六还是七吧？然后送货已经到14了，15的话还在减。哦，对，那个跟各位兄弟讲一下，我现在已经下载的那个网页呢，已经恢复正常，之后应该也可能就是继续一样用那个来下载我的那个直播。刹车注意哦，前面有那个收费站。走，现在的这两个是 ETC， 左边是 ETC， 右边是那个。你那边有办法过吗？没办法吧？为什么你可以穿墙 ？ETC 啊。好。你说穿栏杆哦？对啊。我不知道哎，看别人也是一样啊。我是因为我可以当你剪辑师啊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有用我的 logo 在我的影片的左上角，每一部影片都会放 logo。你可以把你的 logo 传给我，可以帮你用啊。其实你还很，而且我有用很多的开头，而且我也习惯用手机剪辑。你用手机剪的、啊？对啊，应该每个都有那个乔影出品啊，应该都有看乔影出品的。你不是用电脑剪的、啊？不是，你用电脑看的我影片的时候，不是都会看到乔影出品？嗯。那就用手机剪，手机乔影是用手，乔影是手机。我要用三档跑就好了。你现在是用三档跑？对、啊。你三档就开那么快了？我车速是六档车啊，不是六档车啊。啊，六档车，十二档车比较慢。你那种车比较适合跑那个一加一，就是重货的来或一加一。我看你这样有点危险，我是加速啊。哼，你那个导航解怎么用的？你有装模组啊？设定。待会儿再教你。OK。你懂什么意思的？你懂说现在是在家，我现在在干嘛？知道啊，懂啊。我等一下要。因为每个虚拟都知道我是用直播方式来录影。我直播的时候也有讲过了，嗯，然后每次我录这个的时候，都也是有跟观众说，我也是用电脑做网咖电脑直播，然后再剪下来，
大家都会等那波一两个小时，或是隔几天才会接。为何？因为我还要卡其他影片呢，而且我第十五集还没剪出来。因为第十五集就是因为那个下载的软档，那什么下载的程式，就是下载的那个什么那个网站呢、啊，怪怪的。所以呢，我才十五集一直延档着，现在终于好多了。喂，你是不开进去了？你是不是学我之前用那个加速？我之前就是直接跑进去再加速。我觉得这样其实好像没有比较快。是没比较快，只是感觉比较，只是想爽一下而已。也是啊，我只是跑一段。顺便练一下技术了，闪东西。我没有鱼了，快要没有鱼了啦。前面有收费站了。知道，看到了。要等下还是要把豆油呢？我等下可以去用 AT 吧，来降温哦。喂！三宝，我操！他不让我过啊！你是不是直接我收费你就直接开过去了？对。干，但是你一样有收到钱，扣到钱。有啊，有扣到。现在好慢哦，很慢才会扣哎、欸。因为这台车比较慢，这台车不像我这样就后面两轮前面两轮的叫做十乘二，你还是那个，对啊，我这台是，对，这台是十乘二，你那台六乘二。没有，我这个是举后轴的。六乘二举后轴。对啊。我就举中轴，你如果把中轴升起来的时候，你在转弯的时候，你就会跟着转。来，你切。哎呦，队友蹦起来那边。减速哦。OK。我这样小心一点，你会回速。看我这也很顺，哎呦，这边有顺到哦。我觉得我爬坡比较有力，直线比较。要到很直哎。三宝你。你要去哪一间公司？你刚才三宝，你差点撞到我。屁啊！我已经离那么远了，才切进来。刚刚就要差点撞到我就偏右一些啊。我是要下一个右下右边的靠右，靠右的出口。很强调那个靠字。我那什么就是那导航啊，很强调靠字。使用右边的出口。要靠右，很强调那个靠右。要靠左，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不愧嘛，这有几间公司而已嘛。这有公车站。哎！使用出口，哪一间公司？等一下，你右转。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，使用出口。啊，那也行。我好像没来过呢。我也还没来过，我只有买过这台车库，靠右，远端买车库。为什么可以远端买车库？可以啊，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一个出口。哎呀，那我要来买看看。使用出口，我先把车停这里。我们已经到了，那我们右转，然后我们先弯进去吧。您已到达了目的地，导航会在这儿终止。OK， 我先档速先降一下。OK， 看一下。我到看有没有两个到这个地方啊？哎，我要做结尾啊。那个你就在那边就好，因为我要用那个的结束画面当那个。
我要把全部的车库都买起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像我这样啊，我就是全买的。全部买下来。倒完车就要做做结尾了，打正 ，OK， 打N档，火煞，按按，熄火，然后按 Z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这次的第16集呢就到这里结束啦，那也感谢馒头来陪我送货，不会，那谢谢馒头啊，那我们希望我这一次的。送货第16集送货呢，影片下方点喜欢、订阅、铃铛及分享。那我们在下一次的欧卡送货见，大家拜拜。3、2。